Hey, Yuxin.我在动，哎，可爱哦。我想说小宅是吧？我一直觉得你像小龙女。是吗？然后呢，我很喜欢。李小宅要不说到你心里了。感觉有点遗憾吧，没有跟你一个舞台。会有，未来就是说我们俩可以一起跳舞。好，跳 Yes OK。完全没问题。在外面跳 Yes OK。完全没问题。谢谢你，我们就是我们江湖再见，反正我马上也要见了。继续加油，刘雨欣。